好，我是形而上画廊的 Tiffany。非常开心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画廊。那这边呢是我们这次的特展《艺术家的五个脸：后单色画金太昊》。那在韩国最具国际代表性的就是单色画，那唯一可以被称作是后单色画艺术家的就是这位金太昊。那他的作品呢，你远看跟近看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像你远看的话就是单纯的色彩，但是近看的话你会发现，哇，颜色非常的缤纷，非常的丰富。那这几件作品呢，很特别的是它里面是有隐藏版图形在里面的。像这件红色呢，它是一个 T 字形，虽然说你觉得它有颜色上的深跟浅，但其实它的红色都是一模一样的，它是利用它雕刻的疏跟密让你有视觉上的错觉。大家好，我是形而上画廊黄慈美。形而上画廊开幕至今已经是迈入第33个年头。那么在1989年的时候，我们开幕的时候就已经推出影像电脑艺术搜寻中心，梳理台湾100年的美术史。那么我们到了每一个艺术家的家里去拍作品，像廖继春、陈澄波，让大家可以在电脑前面就可以很清晰地了解这个艺术家的风格，这个艺术家的特色。这也是我们以经营形而上画廊、经营台湾美术史为主轴的一个开始。在这30几年，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因为李德老师还有钟梦蝶老师呢，他们同时跟我推介了王攀元老师，而且同时告诉我王攀元呢，他呢隐居在宜兰。他们都很希望我看能不能去把他给邀请出来，因为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看不懂他的作品，可是如果看得懂他的作品的时候，就会很喜欢他。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让大家能够了解这个人，所以我帮他写了一本传记，叫《老天爷的剧本》。我相信大家看到他的人生，看到他的故事，看到他的坚持，就能够更看懂他的孤独，看懂他的艺术。我知道他的心愿就是出一本很好的一个画册，所以呢我们就出了一本王攀元自选集，所有的作品全部他挑。然后呢我们从这个艺术的角度，从文学的角度，甚至于我从收藏家的角度来诠释他的那个作品，结果他得了当年的国家文艺奖。那我们也成功的把他纳入台湾的美术史。2002年开始，我们就想说怎么样来给画廊转型，所以呢我们就去研究国际的艺术风潮。那我们发觉这个动漫会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跟潮流，所以我们在2007年在国父纪念馆举办了3L4D 动漫美学。那么在亚洲来讲，我们当然有美国的，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的动漫。在那个时候来讲，日本算是比较成熟的。那至于在韩国呢，那时候最引起注目就是全奇秀。当我们把3L4D 的艺术家都打点好了以后，我无意中发现了这个崔须男。当初我看到他那个作品是在一个企业的一个一楼，然后呢那个作品非常大，是一个全部不锈钢，然后就花一样的展开，再合起来，然后再慢慢的展开。哇塞，那种可以把金属做成那种柔软度，而且那种自然有生命的感觉，真的是让我全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实在是太了不起，我就告诉我自己，我一定要把这个艺术家介绍来台湾。所以我在2016年就在国美馆跟他开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展。我觉得我们画廊的宗旨就是，我们发现一个很好的艺术家，我们不敢说我们可以跟他走长久，但是我们可以在他在国际的艺术之里面走出一段，然后对一些国际艺术，对一些后进有一些影响，那是很欣慰的一件事情。我们画廊最大的成就，我觉得经过30几年，最大成就就是朋友。因为我们不管跟艺术家，或是跟收藏家，或是跟一些媒体，都是以做朋友的心态来交心的，所以这些情感都是很长久的。就像我们30几年前第一个来买我画的这个收藏家，他也跟我是一个好朋友，到现在都有联络。
我之所以从事于画廊，因为我希望这个艺术历史跟朋友，这是我最重要的那个。每一个艺术家我一定都过滤过，他能够打动我，由衷的打动我，我就可以去说服，然后我们就对历史有交代。然后我们选择的艺术家，不管台湾美术史或是国际美术史，都是一个都有在走在他的那个脉络里面。我觉得这也是我无愧于这个画廊，无愧于厂家，无愧于这个艺术家，因为我都尽心尽力的把他们当成一个朋友。艺术潮流不断的往前走，我们的发现之旅也不断的在前进就像这两年我们发现了韩国的装置艺术家白颂基，他的木炭作品让我很惊艳也很心动，将会是我们行乐山画廊未来主力推荐的艺术家，有很多精彩的作品，敬请期待。艺术是生活的一部分，画廊和艺术界充满了许多美丽的故事，等着你来丰富它。请跟随艺术行旅的脚步，丰富你的视野，美好你的生活。谢谢。